雷影？他当然知道雷影了，就是林安心拍摄《刺客列传》的那个导演，是娱乐圈里为数不多的比较有实力的导演。对呀，就是他丫的坑我，我都到了，他才在电话里跟我说他临时有急事儿来不了了，拜托了一个朋友帮他把剧本带给我，我哪知道他的朋友就是陆志昂啊。看到陆志昂的时候吓死他了，也不是说害怕吧，那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陆志昂。他不想伤害他，又怕自己一个不注意就伤到了他。雷影的朋友为什么会是陆志昂？思辰抓住了重点。就算他们以前同在娱乐圈里，陆志昂是玩音乐的，和雷影也扯不上什么关系吧。不得不说，他太一针见血了。林安心的背脊一僵，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立刻就顺口打着哈哈。那个可能就是雷影之前的电影找过陆志昂做音乐吧。为了不让思辰继续追问，他先是反咬一口。我哪知道他们怎么认识啊，娱乐圈里本来就是一个圈，多的是关系网，就那样认识了呗。思辰本身也是掌管着几家娱乐公司，他大致的了解娱乐圈的生存法则。确实就像林安心说的一样，娱乐圈是一个圈，多的是让人惊讶的关系网。他成功的被林安心给忽悠过去了，抓紧了他的手，沉声说，等一会儿跟我去参加剪彩仪式。什么剪彩仪式啊？林安心感觉到自己的手腕忽然就被他给攥紧了，不明就里的扬起头。你刚才不是故意跟陆志昂那么说的吗？还真有剪彩仪式啊？等等。他猛地反应过来，一脸惊悚地颤声道。你别告诉我，你爸真的在那辆车上。他的目光瞄向了路边停着的林肯，咽了咽口水。我操，他今天出门真的是没有看黄历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，他的小心脏快要承受不住惊吓了。是真的。思辰打破了他最后的幻想，优雅低沉地说，今天是思氏的一个项目的剪彩仪式，我爸也在，我妈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有在一起，我准备带你一起去。林安心想也不想的，我不去。开什么玩笑，他根本就没有见过他爸，就算是没见过，他也能够从他妈上一次的描述之中想象出那个男人的性格，可以说他爸喜欢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他现在这么大咧咧的就跟着思辰跑过去，那跟人家一起参加剪彩仪式不是找死吗？他没有受虐的倾向，打死我都不去。他咬牙去扳思辰的手，一副要跑的样子。思辰被他给气笑了，阴沉着一天的脸居然也就放晴了，露出了一个真实的笑容。你的意思是没打死你就去？放心，我不会打你的，更不会打死你。我的意思是我不去，坚决不去。林安心懒得跟他再扯犊子，他现在心尖尖都在跳，只要能够不去怎么都行。思辰牢牢地握住他的手腕，随便他挣扎就是不放手。眼看着林安心两只手都用上了，他眯起了眸子，猛地一把把他给拉进了自己的怀抱，手臂扣住他的腰肢，沉声严肃认真地说，我们要结婚，你总不可能一直不见我的家里人吧？林安心抿起了嘴角，还是偷着拒绝。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见你的家人呢。不用准备，我家的情况我妈之前跟你说过，比较复杂，你不需要在中间做平衡，反正你也平衡不了，你只要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站在我的身边就可以了。思辰非常擅长抓住别人的心理，他看得出来林安心已经动摇了，又语气深沉地补充了一句，今天那个人也在，我希望
你在我的身边陪着我。林安心整个人被他抱在怀里，呼吸萦绕着他身上的古龙香水味，很淡很淡。他皱了一下眉头，脑海之中浮现出了苏一九跟他提起过的私生子。私家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私生子已经能够正大光明地登堂入室了吗？他呼吸一紧，头一次认识到苏一九说的思辰处境不大好是个什么意思了。苏一九很早之前就知道对方的存在，也知道对方生下了一个儿子，但是二十多年来一直都把那对母子压得根本就不敢认祖归宗。然而现在从思辰的话里可以看出来，对方并不满足一直被挡在思家外面了，开始蠢蠢欲动起来。而思辰的父亲看这个样子是站在对方那边的。一个明晃晃的私生子进入私氏集团，这是等于打了思辰的脸。思辰低着头，将他变幻的神色就收入眼底，眸子仿佛一滩深井要把他给吸进去一样，声线沙哑低沉，诱惑的低声说，林安心，陪我一起去好不好？林安心的眉头狠狠地皱起来，他抬起头看着他，眉目里充满了犹豫。他在犹豫。思辰漆黑的眸子是幽暗，一寸一寸地沉了下去，刻意流露出了脆弱的样子。他知道这个女人嘴硬心软，他要是跟她来硬的，她能够比你更硬，就跟是茅坑里的石头一样。如果想要说服他，就只能来软的。安心。他再接再厉，眼神里透露出了请求，攥着他的手腕的五指给收拢了一些，逼迫他快点做决定。不得不说，他这套心理战打到了林安心的软肋上。他原本还在犹豫晃动的目光，因为他最后的那一声请求的喊声彻底的动摇了。我可以陪你去，但是我怕……他怕他去了不止帮不到他，反倒会拖累他。思辰太了解他了，薄唇一勾，桃花眼温柔的迷人。你什么都不用怕，只要你陪在我的身边，我就无所不能。林安心被他逗得翻了一个白眼，莞尔一笑。你能？我不信，我在你身边，你就能够和金柱抢狗粮了。思辰无语了，他养的那只金毛特别的护食儿，吃狗粮的时候，除了林安心，不准任何人靠近，谁靠近了就咬谁。他彻底的放松了下来，仰起头望向面前的男人。是你自己说的啊，我在你身边，你什么都行。不包括跟狗抢吃的。思辰见他放松了，也就跟着放松了下来，心情都好多了。他被林安心那么嘴欠的调侃了，居然没有生气，只是挑了一下眉头，贵气十足地松开抱着他的手臂，转而牵着他的手说，走吧，剪彩的时间都快要到了，先上车。 OK。 林安心不是那种会自哀自怜的人，他既然答应了要跟他去见他的爸爸，那就会落落大方的去见。